每年的暑假呢，都有很多的年轻人离开了学校，正式的投身在就业市场中。当然了，社会要比学校来得复杂得多。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里，很多年轻人会变得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应该站在哪个位置，而彷徨失落。那么年轻人究竟应该怎么样帮助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呢？我们现在就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今天这个问题呢，我希望都是年轻的人听，可是在这个时段，可能青年人呢不容易听到，那多半是啊，家庭主妇或者是妈妈或者是姐姐或者是啊亲戚。我想诸位听了以后呢，可以转告那些青年人，也是刚刚毕业以后啊进入社会就业的那些啊青年朋友。我还是站在法师的立场啊谈这个问题了，也就是人进入社会的时候啊，等于是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样的。我们刚刚出生，这个世界完全是陌生的。我们进入学校，刚刚入学，学校里的环境也是陌生的。进入初中，进入大学，那都是一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呢，都是个陌生的一个环境啊开始。那我们年轻的人呢，学校毕业了，不管是高中毕业，或者是国中毕业，或者是呢大专毕业了，毕业以后总是要就学要就业啊，这是正常的。人也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人生的境界，也可以讲这是真正的成熟了成长了，真正要担负起一个人的责任来了。但是学校的环境跟社会的环境啊完全不一样，人和事的想法和做法也是不一样。所以呢进入社会之后，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啊，可能会有一些忧虑恐慌或者是失落感，这也是正常的。就好像我们要出远门一样，没有到过的地方，到了一个远的地方啊会有这样子，或者是刚刚出远门，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有一点呢不大放心，也有点不大了解的哈。像这种情形也是正常，可是呢不必担心，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一步一步的往外走的。现在我想啊要提供的建议呢，就是年轻的人刚刚进入社会呢，不要理想太高，理想太高可能就是个梦想。那我们呢，第一个我们要看看社会啊是不是我们所希望付出的，那么就是社会所需要的。第二个呢，我们能够付出什么，社会要的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的理想太高，就是在学校里边所想的所学的就希望到社会上马上就用到，或者是呢希望到社会上就遇到了我们想象之中的那么好的同事，那么好的老板，那么好的工作岗位，这个可能呢会失望，因为这个是一个另外的环境。我们学校里所学的可能就是你说这个现在进到社会啊工作的时候所要用的，但是呢可能根本用不上。另外呢，我们自己本身呢所学的而且所希望奉献的不一定呢就是社会所需要的。因此进入社会那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啊，学校的所学的而在学生时代所想的暂时啊要放下来。一定首先呢就是要有个心理准备，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一个时段，人生的一个新的过程呢。学校里这是个基础而已。那么如果说是一个大的公司或者是一个大的一个机构，大概一个新的人进来呢，可能就会给你们呢做一段时间的员工的训练。我在前一个星期呢也到了一个司法官训练班呢做了一场演讲。那么这个司法官训练班都是在大学里边呢法律系毕业，而且呢已经呢是考高考及格，就是啊已经就是司法官的资格，能够可以当司法官了，可是还要经过一段呢专业的训练。
本来学的是专业，还要 经过一段专业的训练。那么我也知道几个大的公司啊，新的员工进来一定会有个新的训练，那就是说这个实际的工作训练。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呢，人就是活到老学到老，那就是啊，一个新的面临的开始。自己的理想不要太高，现实就是现实。然后呢，我们自己能够付出多少的，我们自己啊，这学习的能力、我们的体力，以及呢，我们的这个智力，能够啊付出多少，能够学习多少，那我们尽量的学习，不要呢要求自己太高，但是呢希望自己尽力而为，这样子的话是最切实际的。因为我们呢，我常常做一个比喻，我说我们如果假如开个面包店，可是你仅仅是给人家面包吃啊，有的人要吃饭呢，有的人要吃面条啊，他有的人要吃另外的东西啊，你仅仅跟人家面包吃可能不行啊。所以我们呢进入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或者是一个新的职业的开始啊，我们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够学到什么就学到什么。至于未来，所以这个10年20年以后怎么样，那再说。我们现在先有一个职业，先有一个这个自己能够生存的、生活的、能够有奉献的一个立足点。有了这一个立足点之后，你再渐渐地往前呢开展。那现在的工作不一定就是说2年以后、3年以后、3年以后你就是这个工作，也可能呢一辈子就是这个工作一直做下去。但是呢，你不必考虑这些问题。首先考虑的，不要想到是不是学费自用或者学以致用，而是现在有个工作就是很好。那么如果这个工作做得很愉快，那就很好；做得不愉快呢，你也要练习着如何适应这个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使得我们呢能够很健康、很愉快。